在每一个那个上面都加上注解了。那这个注解我已经尽量写得非常浅显易懂，所以呢，你只要哈，有一些地方你将来可以拿这个当范本，自己再修改一下啊。至于每一段下方是什么意思的话，你可以大概知道一下。比如说这个取得网页中第几个啊，这个应该改一下，第五个啊。为什么第九个啊？因为之前我上课的时候它是第九个，所以你会发现，因为你要抓别人的网页哦，你会有个问题，那个网页不是你做的，所以呢，你要怎样，随时要调整。那是无可避免的，所以有时候如果那个网页改版，你要怎样再找啊？找的方法我刚刚讲过哦，你可以利用我刚刚讲的这一招啦。这一招其实是蛮好的方法，记得哦，直接在网页上按 F12，有没有？哎，记得哦，关键哈，这边会显示这边哦，这个叫 F12，所以你按 F12，F12 什么呢？就是把你的就是什么呢？你的那个网页背后的原始码显示出来。那为什么需要原厂？因为我要找什么？我要的东西。那我要找的是这个是在第几个 table。所以第几个 table 的话，我刚刚讲，你把它按 F12 之后，再按 Ctrl+C， 哎不 ，Ctrl+F，Ctrl+F 呢？记得吗？这边就出现这个东西哦。所以哦，这个因为那个不按快速键，我可能要找上面功能啊。但上面功能我习惯就直接按快速键，好、哦、比较快了。Ctrl+F 在这哎。在哪里？这边应该有啦，就是只要找一下。只是我习惯就是按 Ctrl+F，Ctrl+F 有没有？然后直接找什么？找哪个 table？ 就是 table。这个时候的话呢，它就会显示出你这一个网页里面呢，总共有七个 table。然后呢，你现在目前在找到的位置在第几个？你可以怎么按这个箭头哦，再去找你的表格在第几个？其实如果你要找第二个，应该也是。可以啊，只是说你要在网里面找。我的习惯就是让它直到找到没有为止啊。那、哦、第五个再下去，那它就跳离了。所以理论应该是在第五个才对哦。OK， 那、啊、这个是一个小技巧哦。找到之后，那你会发现呢，它会跳到哪里呢？这个黄色的地方，其实就是这个区块。也就是说，你现在需要的程式就在这个区块里面。那甚至你可以把这个什么呢？把这边这个区块的程式按右键哦，你甚至可以把它 copy 之后的话呢 ，copy element 就是这个里面的所有程式哦，你可以再把它贴到哪里呢？也许你可以把它贴到我是建议你干脆装一个那个记事本加加会比较颜色。我们啊，假设没有的话，我们可以把它贴到那个所谓的记事本里面贴上，你会发现哦，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要的那个 element， 就是我们要的这个算是网络上的元件，有没有找到了？就这一个区块。那我现在呢，因为里面有太多东西了，那我需要什么？再把我要的部分抓出来。我要的部分在哪里呢？哎，第一个 th 就是一列的意思哦。OK， 好、哦，可以知道。也就是说，我要的是在第一列啊，第二列在哪里呢？哎，你看这个有开头，这一列的开始，这边有这一列的结束。有没有这一列的开始啊？中间的话呢，会有 th 的话就是栏位名称的储存格。再来底下的话又有个 tr 就是下一列。好，然后呢后面就是 td。所以呢，我必须把里面的资料逐一的抓下来哈。啊，抓的方法特别注意哦。接下来要怎么抓它哈？那我再或者另外一个方法，你可以这边选取，按右键你可以检查。检查的话，它会跳到什么？跳到你目前。这一个选择这两个字哈、哦，它在那个程式里面的位置，哎，在这里有没有？它实际上是 th 啊、哦，然后里面的东西加上那个什么反斜线 th， 就是开头结束上面会有个 tr， 你要不要放上去哈、哦？它也会显示出你现在就是这一列哦 ，OK。那也就是说呢，我程式该怎么写哦？